小朋友，赶快来跟玲玲老师一起上音乐课喽！大鸟妈妈把烤好的面包放在五线谱声桩上面的咪、瑞、哆三个音上面，并且唱出《热面包》这首简单又可爱的歌。小朋友，今天就跟着玲玲老师一起来学习用钟琴敲奏这首《热面包》。首先，我们两只手轻轻握着棒子，记得哦，不要握得太紧。接下来，我们在双层键盘上面找到两个一组的键。找到两个一组的键之后，再找出左边的第一个键，顺着左边滑下来的第一个音，这个音就叫做哆。现在我们用右手来敲敲看哆这个音，哆哆哆。再来，我们试试看用左手来敲敲看哆这个音，哆哆哆。接下来，我们用两只手来敲敲看哆这个音，右左右，哆哆哆，右左右，哆哆哆。很好，接下来都顺着右边这个音，我们来到了 re。现在我们先用右手来敲敲看 re 这个音 ，re re re。再来，我们试试看用左手来敲敲看 re 这个音 ，re re re。现在我们用两只手一起来敲敲看 re 这个音。右左右 ，re re re， 右左右 ，re re re。很棒很棒！现在我们顺着右手边来到了第三个音，这个音就是咪。我们先用右手来敲敲看咪这个音，咪咪。再来，我们试试看用左手来敲敲看咪这个音，咪咪咪。现在我们用双手右左右来敲敲看咪这个音，右左右，咪咪咪，右左右，咪咪。小朋友们都好厉害哦，我们现在已经会敲 Do Re Mi 三个音，我们现在顺着音阶来敲敲看 Do Re Mi， 再敲一次 Do Re Mi， 那么往下呢就变成 Mi Re Do， 再敲一次 Mi Re Do。大家现在再敲一次这三个音 ，mi re do， mi re do。小朋友，这三个音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没错，这就是热面包的三个音 ，mi re do， mi re do。大家一起来练习看看。咪瑞哆，咪瑞哆。现在我们来敲敲看《热面包》这首歌。咪瑞哆，咪瑞哆，然后两个哆，右左哆哆，然后瑞瑞也是右左。re re， 再来是 mi re do， 这样会了吗？我们再敲一次 mi re do， mi re do， 右左。
作哆哆瑞瑞咪瑞哆。热面包，热面包，大家都来吃面包。哇，小朋友现在都已经学会了《热面包》这首歌，那以后大家要多多练习哦。